台湾呢，每年的三月份到七月的时候是飞鱼洄游的季节，而在台湾的各地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飞鱼文化哦。像是在南台湾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渔民是如何利用飞鱼来发展出观光特色，而在兰屿呢，我们更可以看到达悟族人所创造出来的飞鱼文化。那在台湾的东北角呢，更可以看到飞鱼卵的捕捉哦。全台湾精彩的飞鱼故事都在这一集的《娱乐新世界》。飞鱼主要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的温暖海域，属于洄游性鱼类。鱼的身体呈现椭圆形，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拥有独特的胸鳍。在台湾每年三四月份之间，飞鱼会随着海水温度逐渐升高，成群出现在屏东、恒春、台东等地的海域，并沿着洋流北上进行产卵。台湾飞鱼近十年的平均年捕获量约为750公吨，产值约8000万元。作业渔场主要为恒春、台东县、兰屿等地海域，而捕捉飞鱼卵的渔场主要是在台湾东北角，年捕获量约为260公吨，产值约4600万元。主要捕获的方式是运用飞鱼在海面漂浮物产卵的特性。渔民放下人工漂浮草席，收取附着在草席上的飞鱼卵。恒春是台湾重要的飞鱼捕获地，而飞鱼呢，也是恒春相当重要的一项经济鱼种。每当飞鱼季来临的时候呢，不仅可以增加渔民的收入，也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和观光发展哦。恒春当地的渔民是采用追逐网进行飞鱼的捕捞。所谓的追逐网是一种追逐着鱼群进行捕鱼的方式，主要是由两艘子船及一艘母船，一共三艘为单位进行作业。当发现飞鱼的踪迹时，渔夫会潜水驱赶鱼群，利用飞鱼受到惊吓不会潜入海底的习性，在海面上张开将近1公里长的赶鱼线，把飞鱼全部集中到船队之间，最后啊再利用网子进行捕捞。飞鱼哈、哦，在温州的所在本来最先的话是一个概括经济效益的鱼类，但是经过我们渔会很努力的去办飞鱼季哈、哦，去帮他们去促销，变成功。好像飞鱼这种东西也是这么可爱啊，因弄也出来去观光嘛，看阮家的渔民是安那去的啊，在海上看到那个飞鱼这样飞的话，好因的觉得感受很深啊。相对就是说，游客看了以后会对鱼的产品哈、哦，也会起了一种变化，去喜欢它。在这段期间的时候，变成讲阮沿岸这渔民哈、哦，这个飞鱼的捕捞季节到了以后，因大家家家户户他们就会去抓它，抓起来的话他们自己去加工，而且他们自产自售，销售的反正那个路线销售的都很好，行李足好的，真的是供不应求啊，嘛给咱当地观光带来更大一个迄个动力啊呢。目前呢，恒春当地的业者也将飞鱼制作成各种不同的小吃以及料理，吸引许多观光人潮前来品尝。现在米阳手上拿的是什么吗？这一道呢
可是在恒春这边非常著名的特色小吃。老板娘你好，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是我们这边当季的那个特产飞鱼，它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都会有那个它的季节，而且呢，这是我们这边称的小飞侠，它现在鱼身很肥，而且又有蛋。而且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啊，正是它盛产的季节。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的飞鱼啊，它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对。废话不多说，现在马上来试试看看喽。好吃吗？因为其实你知道吗，飞鱼啊，它本身是在那个水面上滑翔嘛，对不对？所以啊，它本身运动量很大，你知道吗？吃起来那个口感很紧实，哎，对，就像那个土鸡肉一样。对啊，就不会软软的，还蛮好吃的。对，而且你知道它的弹性啊，很够，弹性很够，而且再加上因为本身是有先经过腌制，对不对？对，我们会放一些盐水下去稍微泡一下，然后比较够味，这样才会比较香。可是你知道它其实有用盐水腌制啊，可是它上面有撒一些梅粉，对不对？对。然后梅粉的甜味啊，跟那个咸味下去综合，其实吃起来很温和，好吃，真的很好吃哎。好吃啊，很赞赞。每当飞鱼季节来临的时候啊，在台湾各地也会举行许多特色的飞鱼节庆，在在都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哦。台湾当地飞鱼种类不太相同，在兰屿常见的种类是红斑鳍飞鱼、紫斑鳍飞鱼，而台湾东南部海域常见的种类是白鳍飞鱼、黑鳍飞鱼以及斑鳍飞鱼等。台东兰屿也是台湾飞鱼捕获地之一，对于当地达悟族人来说，飞鱼也在传统文化里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哦。张大哥你好。嗯，你好。张大哥，其实啊，我们一般就是外面的印象对于兰屿呢，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祭典，叫做飞鱼祭。嗯，那你们飞鱼祭通常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飞鱼祭是大概都从三月份到六月这一段期间，专属就捕飞鱼的期间，我们族中长老呢都会头戴银盔，然后身着雅美族的衣着，然后胸前挂八字金宝，然后到我们的海岸海边的滩头，在家族的每一艘船各有鱼团组织的船上面，然后进行我们的朝鱼祭的望海的朝鱼祭的仪式。这是飞鱼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最重要的一个仪式，要迎接我们的飞鱼，对，我们很神圣的飞鱼。对，张大哥，我们也可以啊，看到就是在岸边有没有看到许多那个立起来的鱼骨头？嗯，为什么要这样子立啊？哦，那是因为啊，我们出海捕鱼捕到这些大鱼嘛，嗯，他们的鱼骨头，剩下来的鱼骨头，我们不能用丢弃的方式。如果用丢弃的方式，表示对这些大鱼很不尊敬，哦，那我们只好用换个方式把它吊挂起来。对，所以用这样吊挂式的方式，是不是？对对，然后来感谢上天。对，就是这样，这种方式。对，达悟族人一年主要的岁时祭仪都是配合着捕捉飞鱼来制定的。传统族人们会搭船拼板舟捕捉飞鱼，而拼板舟也是祖先智慧的累积哦。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拼板舟。嗯，那我们每艘船呢都会配置一个，就是船眼，这个就是我们的船眼。船眼，对，来，它有什么？它的意义吗？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在海上呢，出航的时候我们不会迷航，它会保佑我们去找鱼类，就是很丰富的渔场。对，它是指引我们去一个很丰富的渔场的那个意思。对，这就是船眼。那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是人形纹。那这人形纹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赵州始祖，为了要纪念他，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纪念他。对，以前的那个人形纹很粗糙，看不出来，而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手工越来越细，而所以我们的雕刻工法就把它雕得很像，很美很美。那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哈，这个是波浪纹。
波浪纹是海洋中的那个海浪吗？对对对，而我们把它刻上去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出航祈求的就是风平浪静。哎，张大哥，嗯，我发现呢，这一艘平板舟我怎么看不到有任何一只铁钉呢？不是要铁钉才会就是钉得比较牢固吗？哦，我们造平板舟呢，它通常不用一根铁钉，整艘船都是取自于大自然，我们的船体全部都是用木头去做的，嗯，对，完全不用任何一根铁钉，船缝结合处就是以木准为准，然后就我们会把木准放在每艘船板的中间，船板的中间钉在中间，然后船板当船板结合的时候，嗯，就会看不到这些木钉。传统平板舟的制作，小船需要运用21块木板，大船呢则需要27块。达悟族的平板舟分为没雕刻的船与有雕刻的，主要的分别在于雕刻的船会举行新船下水仪式，而在飞鱼祭时也有许多禁忌哦。女性啊可是禁止搭船平板舟的。虽然米江我没有办法实际坐上平板舟，不过呢，为了看看传统族人捕鱼的方式，米江也搭上机动船，跟着部落的耆老一块出海捕飞鱼咯。在飞鱼季的期间呢，达悟族人也不能在岸上钓鱼射鱼，更不能捕捉珊瑚礁以及底栖鱼类，只能够捕捉飞鱼和洄游性鱼类，否则啊可是会招来厄运的。从海洋生态永续的角度来看啊，这些传统禁忌也含有保护生态的观念，让鱼类能顺利繁衍下一代。现在呢，我们跟着阿尚大哥，也就是马烂的儿子，一块出海啊，要带大家看到到底达悟族呢是如何来捕捉飞鱼的。阿尚大哥你好。你好，大家好。阿尚大哥，对，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我有看到啊，马烂他开始在放那个饵嘛。那我刚刚放那个鱼钩里面的那个饵是什么？虾子。虾子虾是新虾是不是？对对对，他现在是先钓一根钓的飞鱼，就是在脱饵。脱饵，所以通常都是以虾来当饵嘛。对，哇，所以飞鱼是吃虾子。那而且我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啊，就是说马兰在一边那个。就是划桨的时候啊，他一边在哼着歌，哼着那个歌，哎，对，那个是主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是代表祈福啦，然后在招鱼的感觉。哦，他就是有点在招鱼的意思啊，引那个飞鱼，就是听着他美妙的歌声呢，然后就会围在他的旁边，这样是不是？达悟族人以平板舟捕鱼。大多以拖饵的方式在海面上不断绕行，而捕捉到飞鱼之后啊，也会拿飞鱼当饵继续捕捉鬼头刀等大型鱼类。回到岸上之后，族人会将飞鱼带回家中处理，制作成飞鱼干，以便能长时间保存鱼货。所以刚刚啊，就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就是准备要切鱼的一个仪式了吗？对对对，你不这样子做，这个这今天的鱼货就不能吃。哦，真的？对对，就这个是仪式。1、2、3。哎，为什么他在那个就是内部只要切2刀，然后为什么在外腹的部分啊切3刀？如果我多切一刀会不会怎样？多切一刀是看部落了，然后看你的家里面是人口很多的话，就是要可以切4刀。哦，最多4刀，5刀就不能吃。最多只能到第4刀，对对，然后第5刀就不可以吃了，对对，是不是？嗯。所以这是固定的那个方式，是不是？对。对，他切的那个方式啊，然后切的那个刀法、切的部位，都是遵循我们老祖宗所传承下来的整个解剖的一个方式。
在经过解剖的过程之后，主人会运用草绳打上活结，绑在飞鱼鱼眼的位置，准备进行吊挂以及晒鱼的动作。这些草绳则是利用火桐树树皮晒干制作而成。爸爸的这种晒法就是鱼肉是面对山边，啊，这个鱼皮是面对海边，这个代表就是把没有捕到的鱼给它招回来。哦，有点那个招鱼的意味在，是不是？如果说你这个鱼肉是往这边的话，就是会招来厄运。哦，哎，所以说老人家就是面对山壁这样，山上。所以现在就是都是这样吗？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那个。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就是大家看一下鱼肉这个部分啊，然后就是要朝那个朝山的那一边，然后背部呢就是要朝海的那一边，是不是？传统来鱼的达悟族人是以飞鱼干为主要的食物，经过一整天的曝晒之后，傍晚会把飞鱼拿回到室内进行熏干。而熏干所使用的木材大多是以相思木为主，经过熏干之后的飞鱼干啊，口味可是十分独特的哦。每年十月是达悟族的飞鱼中食季，仪式后不能再吃飞鱼。祖先们认为啊，要让飞鱼回故乡过冬，不能把它们留下，以避免带来厄运。是属于暖水性鱼类，产卵适合的温度大约在26度到29度之间，产卵季节为4到7月，主要作业渔场集中在台湾东北部及彭佳屿海域，这片渔场也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飞鱼产卵水域。的海域，那这边呢也是台湾飞鱼染非常重要的渔场。为了维护这些重要的飞鱼染资源呢，渔业署也制定了非常多相关的措施。那在渔场旁边的这一位是蔡主任，蔡主任你好。你好。蔡主任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渔业署啊制定了哪些相关的一些飞鱼染的管制措施吗？飞鱼染渔业资源是非常珍贵的，它因为它是一个底阶层的食物链哈。那你如果把飞鱼染全部抓光，它没有办法生产的话，大型的回游性鱼类也就不会靠近，那会影响到渔民的收益。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我们今年度定许可采捕的总渔获量为300公吨，那许可采捕期间为今年的5月15日到7月31日为止。另外，我们会有相关管制措施，飞鱼染渔船在作业之前要经过政府机关的许可，然后由政府机关发给许可函，他才能投入这个渔业。这些飞鱼软渔业渔船要出海之前，要到这个各指定的渔港的安检所去做报关的一个动作，接受安全人员的检查，然后要出示他的许可文件，要把那个旗帜挂在那个明显的地方，比如说驾驶台上面，那安检人员一看就知道啊，这是我们政府机关许可的那个作业渔船。另外的就是有部分是做执行渔业检查，看看在海上看看这些作业渔船是不是遵守我们这个政府的规定，填写渔捞日志，然后有没有标示旗等等。好，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主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海上的渔业检查工作。飞鱼染渔业管理规定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育并且有序利用飞鱼资源，而现在咪酱啊就要跟着蔡主任登上渔船进行查核，并且看看捕捉飞鱼染的方式哦。我们目前呢、所在的这个渔船是专门捕捞飞鱼染的渔船，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船长李大哥。李大哥你好。你好。李大哥，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飞鱼染啊你们是怎么去捕捉的吗？哦，会你们就是用这种草席的，那么这么大块呀、这样放在水面上让它飘啊，它那个有会有，它就会
会靠过来产卵这样啊。采捕飞鱼卵所使用的草席由稻草绳具编织而成，外层缝上塑胶软垫来让草席增加浮力。由于飞鱼产出的橘红色软块具有黏丝，就可以附着在草席上了。哎，那像你们这样子一次啊，放这个草席一次都放多少？不一定啊，差不多几十件、一百件这样啊。几十件到一百件哦。哎呀呀！那放在海上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是放下去，然后两个小时啊，或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拿起来了？没有啦，得要咧放两下，拢是暗时啊，较会放啊。差不多隔夜就拉起来，隔夜拉起来呀。所以大概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拉起来了，是不是？哇，表示说这边其实飞鱼卵的那个数量一定很多，对不对？不一定啊，不然你啊，两天拉一次哈，那个这个能否会变空气啊？啊，就是要抓那个时效性啦，对不对？要保持它的新鲜，所以放下去可能前一天晚上放，然后隔天就要赶快把它捞起来了，捞上来了，对不对？哇，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飞鱼卵，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哇，你看它颜色好漂亮哦，金黄色，而且它颜色看起来都很透明哎。为了加强飞鱼卵渔业的管理，渔业署也明定了飞鱼卵卸货的港口，包含基隆市八斗子渔港、台北县黄港、深澳、野柳、富基以及万里渔港、宜兰县乌石以及南方澳渔港、台中县梧栖渔港等。在回港之后，渔民要缴交渔捞日志、核销记录表等，以便于管理，并在渔港进行过磅称重、清洗飞鱼卵等相关作业。透过总量管制以及限定捕捉期间的相关管理办法，希望啊能保护飞鱼资源。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渔船在捕，那尤其是过去是天然的附着在海草上面，那现在是我们人为用一种诱捕的方式让它集中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再整体这样去收，那收的这个量又是好几百吨，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量呢是相当可观。这些飞鱼的量呢，如果我们把它捕光了，不管是就卵或就母鱼本身，你把它捕光了以后呢，事实上影响的不仅是它本身这个资源的这些变动，还影响到吃它的这些鱼，也就是说整个食物链的一个变动。所以我想呢，适当的保育可以保有我们这个整个生态系的一个平衡，那会比较恰当一些。维护海洋资源一直都是渔业署努力的目标，而对于飞鱼资源的维护啊，除了有生态保育上的意义，对于蓝屿飞鱼文化的传承呢，更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哦。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生物鱼哦，台湾有两个阶段，把鱼赶到这个小池里面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它网子放下去啊，大概要多久才可以开始收网？那我们就会看今天的流水。这是什么鱼？花生啊。花生是吃的花生吗？海里面有没有？然后就会有那个，好像就是会发光，有一个发光体，搭乘娱乐渔船，然后环游安平港区一圈。